他如果不进去怎么办？不可能不进去啊！不进去，我们就想办法进去啊！来，进去这个，这注意啊！不管他进去。哦。真的是要懂得他们的性。我的马，这个还是我亲自来比较好。嗯。这马很漂亮哎，大家挑产的，全身皮肤给我做。嗯。对。